带我去哪儿啊？找个会议室。来，你就在这个会议室吧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过去了。好，你一会儿过来。嗯。我觉得第一环节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，具体的细节到时候现场再说。倒是这个环节主持人的调动很重要。 我建议现场的互动可以尽量有趣一些，你说呢？学姐，别看我，看台本。 好，我们现在讨论第二个环节。提问环节这两个问题拿掉，跟主题没有关系。我建议可以放一些跟工作有关系的问题，比如说围绕我们这电影讨论，说一些电影拍摄初衷什么的。你们觉得呢？看来还是我比台本好看。 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这个问题特别好。好，情景小剧场，我们要好好讨论一下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一些关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？梁晨，你觉得呢？我没有听到。我看你一直在咳嗽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要不咱们小样改天再录？没关系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